欢迎光临果仁食肆。又话问我，你不如怕食物啦，冇嘢怕。咁我就谂到三秒，一二三，好啦，咁就怕食物啦。咁我哋咧今日就煮咩咧？好啦，咁而家咧就开始煮啦。好简单，沙律蒸饭，菜切洗搞掂之后，蘑菇啊、粟米、番茄、菜切洗，啊咩咩菜切洗啊，唔知啦好。之后洗完之后摆番茄，摆粟米，摆你喺超市自己买啦。